曾结过了带。After Like 进行回归活动，充满记忆点的歌曲加上超有魅力的舞蹈，让歌曲一出就强势登上了韩国各大音源榜，让粉丝们都百听不厌。而近日，成员 Ray 登上由李茂贞主持的节目，一登场就带来了抒情版的 Love Dive， 展现了 Ray 的独特音色。在之后 Ray 更是带来了泰妍的抒情曲 Eleven Eleven， 空灵的嗓音完全让人陶醉其中。Ray 的演唱后，瞬间感觉到心灵被净化，也期待之后能看到其他成员更多不一样的一面吧。